方，是伤心的蒲公英，你是他的方向。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他。心的蒲公英，你是他的方向。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他。他丢了爱的他，心像被挣扎，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，雨一直不停下，眼里进了沙，骗自己已没了牵挂。好啊，心灵，好，心灵，你好，姐好。哦，背后还有东西是藏什么东西？那个 CD。CD， 你的新的专辑吗？对。那你这样子带一片来是送给谁？因为我女生就交给碰狗，然后待会儿有一位帅哥呢会交另一份 CD 给苏娜姐。哎，待会儿有一位帅哥，可见今天除了心灵之外啊，天国的家主要演员都来了。我们先把他请出来好不好？来，让我们欢迎几位年轻优秀的演员。好，明道、汪子瑜，还有李威廉，欢迎三位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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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碰哥，哇啦，哎，你好，哎呦，帅哥送我，哎呀，谢谢谢谢，小弟不才，他赠送给你的 CD， 姓不明才，你不明道吗？怎么不才？哇，现在四位是我们现在这个偶像剧里面最红的，而且四位收视是第一的，《天国的嫁衣》。天国的嫁衣，哎，这个李威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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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中文不是太，不是很好，不是很好，对啊，可是还会听你们说什么？是，一朵金姐才艺嘛，对不对？天国是名模出身是吧？名模出身啊，真的吗？对对。啊，你是 model， 以前又常常走秀，是不是？我做 model 已经十年了，所以十年了，真的、啊。对对，我在台湾只来了四个月吧。我慢慢讲了哈，听说有人要包养你，真的？哎呦，什么真的？包养你？我也没听到，包养你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吗？包养我，我听懂，听懂，对，是真的有，就是给你一点点钱，然后是啊，可是很多钱吧，啊，很多钱，那你陪他很多天这样，好吧，我觉得不值得了，我自己养自己够就够了。听说你常常会拍戏就不见了，是吧？啊，不是啊，解释嘛，解释嘛，解释一下嘛，我只睡觉。你讲哦，自己解释都不清楚了，旁边人在讲。对，心灵讲好了，睡到什么程度？有吗？就。他就找时间就睡觉，然后就是那个沙发上，他到处都能睡，就是觉得他很厉害，而且随时都可以入定。然后入定就老生入定，对，就睡着了，那个就原籍了。不会，习惯了，真的习惯了。以前当兵也是这样的，有机会睡觉就趁机会。我们都很羡慕他的，真的。对，因为他就算环境很吵啊，然后或是那个环境很不舒适，他都可以睡，所以我们还蛮羡慕他，真的。已经练了几年。你们刚睡觉那个，我一直想，就有一次我们在录影，然后我们就他是在我旁边嘛，然后我就很认真这样演，然后五四三二，然后忽然就一下就咔，我觉得奇怪，我没事啊，也没做错事，就一转头看到他这样。站着啊，坐着就睡着了、啊。对，就是啊，很累了。那一天他很累了。哎、欸，那你蛮适合来演鸟来伯的、哦。哎、欸，那个阿嬷没事排戏坐就睡。哎、欸，蛮适合。你那个子瑜，你跟他碰对过戏吗？目前为止对过一场戏。有睡着吗？有状况吗？感觉上好像快要睡着，可是没有啦。可是我常常看到他就是一个人在看剧本的时候，然后看着看着看着就
哎，就对 我会看到，没有看到头是这样低下去的，各种姿势碰个。那有一次我们在就是一个沙发上面，他就这样，然后。哎，关公看春秋。哇，你这么厉害啊！你们那么注意我，疗伤有没有？那么注意到我了？对对，我们很认真注意你。对，先讲你嘛，你那那你讲别人啊，没关系。对，你讲可以，对，你可以。你也讲不出来嘛。对对。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心灵的歌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你出唱片嘛？就是原声带。没有，其实明道也有啦，他们是一个团体，在原声带里头有唱。对，183在我们原声带里面也有唱一首《折磨》。好，待会儿那你先来，你给我们介绍什么歌？这首歌叫做《爱的天国》。爱的天国。谁能够告诉我，世界的海多深？你和我的心明明曾经是相爱的，是否你还听得到我呼喊你的声音？为何我有种靠不近你的心情，越来越不能够相信，生命之中没有你，好像天国没有美丽的嫁衣。为什么在我的眼睛总有预感将要下雨？就算走在人群也觉得好孤寂，为什么在你的眼睛我看不到你的疼惜？难道爱已融化在时间里？天过多远，你和我的梦是否可能会实现？越来越不能够相信，生命之中没有你，好像天国没有美丽的嫁衣。为什么在我总有预感将要下雨，就算走在人群里也觉得好孤寂？为什么在你的眼睛我看不到你的疼惜？难道爱已融化在时间里？深的离去，爱的天国已遥不可及。心灵很厉害哎，他每天听说每天都拍到天亮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有时候，然后听说等一下4点还要去出通告的，我4点半要起床吧。等一下，对啊，他根本不用睡觉了，怎么办？所以他声音还没破，你看，就没办法，要习惯哎。你有加劳，你有灾外的功。哎，你有没有吃什么东西补啊？补身体？有啊，吃什么？每天，妈妈她现在准备那个鳖精。鳖精，就是人家吃的是鱼油，我是吃的是那个鳖的油，我也不知道。会不会很上火啊？那个？我不知道哎，但我妈说吃那个记忆力会比较好啊，然后皮肤会比较好，因为拍戏记忆力会比较明目，皮肤比较不好，清肝。你看这个比重要，有你啊！听说很多人对你有兴趣。
明道，哎、欸欸欸，聊聊聊明道，哎、欸，明道你现在很红哎、欸，真的，你现在很红。还好啦，因为戏的关系啦，可能大家比较多人认识。红到现在，很多名女人都很想。名女人，真的、啊、很想跟你认识。你们要讲那个，人家她是许那个林志玲，你是许纯美。你就不要讲，我好难过、喔。明道是真的假的？对，就是好有一次啊，有一次是有個有一次不是记者啦，哦记者啦，问记者，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说，他说，哎、欸，明道，许纯美公开表示他很欣赏你，哎、欸、哇、哦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然后他要跟我一起主持节目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跟你一起主持节目，那他觉得你很像那个之前林先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就这样了、啊。其实我觉得很不习惯、欸。你有没有见过他本人？欸、我还没有哎、欸，真的没有看過、欸。快点，他上面上送人家 Porsche。对呀、啊，法拉利。平对，哎、欸，然后送一亿，送房子。对呀、啊，卖走啊。哎、欸，你跳一下共决吧，叫他掉了五千万哦。聊起来了。没问题，没利息，没利息。哎，谢金啊！哎，谢金啊！别别别别别！没有啦，其实我有点不习惯，因为我之前做冒险王嘛，然后其实都在国外。哦，对对对。然后对，其实坦白说，我对演就是我们国内演艺圈里面的人啊，其实都不是很熟悉。是是。第一次这样演男主角，压力会很大。其实我压力应该。啊，外蒙台语台语蒙语边啊？哦，台语哦。OK OK。你第一个演男主角感觉安怎？边一个。其实我感觉压力小夸有淡薄大，就是我常常暗时啊的时阵，拢会困不上来。然后。我室友讲我咧困的时候，辛苦会喘一喘的。哦，一压力性大了。会讲台词。是啊，你感觉你边啊的查甫，你较看到，伊较看到。边啊，迄个查甫哟。嗯。事实上，虽然伊这么听无，但是我蛮想承认，其实伊较看到了。哎呀。我感觉真艰苦。你再去演龙卷风。我跟你讲。哎呦。今天你这件代志，你若是无甲处理起来，我袂放你出来。龙卷风，我有在想哦，明道，我有在想哦。他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不要听，你不要听哈。今天播出了龙卷风一定会吹啊，完蛋了！你们现在才播出几集而已嘛，四集，要播第五集。有没有亲热的戏？谁跟谁有没有亲热戏啊？亲热戏应该是在我的。你讲话了。哇哦！看亲热的都是跟谁？我演了很多了。谁？跟观影。对啊。哇哦，跟观影，哇哦哇哦，感觉怎么样？这样咯，这样，赶快轻碰隔一下，你不要吓他了。啊，你有没有？有了，我跟心灵之前有对到我的戏。可是你那是强迫他。你知道那时候在拍那一场的时候，那个冯导演就说：“明道，你在干嘛？紧张什么？你这没用的东西。”那你觉得他是故意装 NG 还是怎么样？没有了，可能两个人那个时候都还蛮尴尬的。对啊。然后，而且那场戏是他要抓我来强吻。哦吼吼。对，所以我会比较轻松一点点，所以他比较难。其实我是淡薄欢喜，伊应该听无。好啦，讲讲，这以外讲我收视率愈来愈高呐。对啊。我先预告，我可能加入天国的嫁衣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演那个天国。好啦，有机会啦哈，好好加油哈，谢谢。